千万人，无人比你搁较好。情路上起起落落，只有你照顾。孔雄啊！啊，董事长，你来啊！我问你咧，春美啊，即马人伫倒？我嘛唔知影。啥？你唔知影？啊，这个话你讲来出嘴啊！你因翁咧，啥物即马人伫倒？你唔知影？我，无是安怎唔哈？我老实甲你讲啊，我拄只吼伫咧路看到春美，还伊家己一个人，佮挂一卡皮箱，啊，即马是安怎唔哈？啥？你路拄着春美啊？嘿啊！恁是安怎是咧变什么梦啦哈？啊，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？谁人来春美啊？家己一人关一卡皮箱，踮啊路乱乱踅啦哈？这什么来这啊？嘿啦！啊是安怎吗？啊什么时阵啊？你又搁踮啊阴暗？啊，唔着紧讲。春美也失踪去，想袂到恁老母竟然用这个卑鄙下流的手段，假自杀逼走春美啊！我怪春美昨昏来找我，面色真歹看，好彩就是得到消息赶快。那即马春美也失踪。靠袂恁老母安怎甲交代？孔雄，恁老母即嘛是伫病院，伫厝呢。先讲已经无代志啊，上回应该送伊转去厝啊。哎，赵老板，赵老板，兄弟，好佳哉有你伫，若无我这条老命，真正是死无人知哦。赵老板，赵老板。我想袂到，讲你做人这么卑鄙，竟然用假死来逼走阮春美啊！你安尼做，敢是人性？无啊，什么人讲我是假死啊？我是让你昨晚气到哦，就要牙狂啊啦！用我唯一的后生，伊嘛有关伊叫伊搬出去住，我活在世间哪有什么意思嘞？好佳哉有上好弟，若无我早就去阎罗王啊啦！你即慢慢搬去我看，我已经甲你讲过几啊遍，春美啊去学堂内弄骂死，这是意外，也毋是阮春美超工故意条路，你一直该死去，即马阮春美啊失踪去，看你要哪甲交代？是你查某囝捧袂起阮李家的饭碗，才会离家出走的，我是安怎要互你一交代哈？母啊，春美也失踪，阮丈人爸已经够烦恼啊，请你莫阁讲话刺激伊啦。我刺你无效啦，春美不过是失踪尔尔，煞比我这个强要无性命的老母较重要。
我问你，是真心的老母重要，还是你的某较重要？哈？对我来讲，恁两个拢嘛重要。高进波，你有看得到无？连你后生都让你逼到浓眉起笑，敢讲你爱你后生，甲你的媳妇拢跪在你的面头前，死在你的面头前，你才甘愿啊？你跟我点点，三千公里。阿母，舅老爸，我拜托你，我求你别跟我计较无啦。继续安尼玩落去，你敢出差的人是我啦！你实在无路用啦！你干妈、三叔公啊，你们两个莫冤家啊，好不？冤家才有法度解决代志是。高雄只有较歹做人，真正出事的到尾就是伊啦。阿母，恁家己看卖咧，你后生即摆阁活跳跳跪你面头前，你着哭甲尔伤心。即摆阮出面啊，到底是生还是死无人知。你敢活着体谅我这做老爸心情啊？老爸，高雄，高雄啊，村民有消息无？应该找所在，我拢找过啊。会当问的人，我嘛拢问了，一点仔线索都无。但咱建工啊，已经报完，报纸该砍的也拢砍啊。甲讲村民拢无看，伊拢唔知影。伊到底是要安怎嘛？先把咱找着了，村民阿高尚这么倔强，我早就应该知影会有这款结果。看起来这拢是我阿母。太好啊啦！这么讲这有啥物路用？这么社会治安遐尼歹，一个查某人踮伫外口是偌危险，你知唔知？莫讲一件代志，地湖流那边，你我都应付无？你甲尚武最近都爱较细致咧，我听到风声，恐惊对你的一不利。你是听到什么风声是？你无需要问遐尼济，总讲一句：小心无事本。你逐工着尿白啦，但咱毋是讲好势，我把所有利润拢给你，你哪会用反悔？咱拢是平平的江湖走跳，你嘛爱讲道理，对不对？喂，喂，喂！可恶，竟然怪我着！安怎？工程有人抢走？一定够有人在白比鬼。这感觉还是你讲，除了万里公司的李空雄，阁有啥物人遐尼大胆？可恶！若要换一个架势，伊就知影我厉害。你这个铁嫂子，想让我白来无？有啥物代志好我讲好无？你当初抢走我的工程的时阵，你敢唔好好讲啊？你上好卖乱来，你若敢唔走，我马上报警。报警？你安尼是咧外强啊？啊？上好先生，你看你即摆报警，敢袂负疚哩？啊？你即摆当作世间无法度啦是？法律？有啊。我乌溜就是法律。今仔日我若不是看到恁老爸断身的面子上，
你今仔个会当徛当遮？哈？阮阿爸嘛是因为你，才哩无道，你搁敢讲？你真正唔知好歹，我是替恁老爸恁个架势。你搁徛当遮创啥？所有的物件拢我变。你讲，大姐。你若要变，我就把我给憋死。伤啊！这个河流的哦，实在是真超过呢。敢对待我安尼，哼，跟我来这套，你了主讲我安尼在咧惊伊哦，真正是七月半暗，唔知死我。河流的这种角色，伊也敢要跟我斗？要真拼的啦！若毋是因为讲素来还搁伫咧身躯边，我今仔绝对会好看。司令，安尼你的意思是？你去甲我找素来，你甲伊讲，我有好处要给伊。尤其是素来，董事长，这你莫问问遐济好无？我着叫你去找人，啊，你去甲我找人来，安尼着好啊嘛。实在是足烦的呢，你搁叫我出来是要创啥？阮董事长想要见。我无想要见伊啦，我毋是已经讲过啊，恁莫搁来勾勾甜啊啦。我只是方便行事。你嘛得好笑呢，敢若你有头家我着无？是安怎啊？我着要出来遮甲你见面啊？我嘛惊我迄个乌溜啊会误会我啊，你敢知影？我顶下甲伊见面了后吼，转去吼解释偌久的。像乌溜迄款人，你根本就无需要甲伊解释啥。哦，我知影啦。你是毋是吼，因为公司有人迫害，所以吼想要让我回去做人质，通我出去。我甲你讲啦，我毋是害你好欺负的人。阮袂欺负你啦，阮是要给你好处。好处？啥物好处？这恐惊你今日抓起来知影。你，遐济啊？唔免啊啦！你无代无志哦，叫我来遮是要创啥？欸，先讲清楚，是恁公司吼，家己申请我公司的生意。恁公司今日变到安尼吼，是你的报应啊，袂应该怪别人。我今日唔是要甲你讲这呢。对啦，听讲吼，你要给我好处。是。是啊。我机票早就准备好啊。要花遐尼侪钱？素兰啊，我头一摆看到你的时阵吼，我就对你印象足好诶。我一直感觉讲，咱两个吼真有缘呐。其实我嘛知影讲，你是一个真乖、真好诶查某囡仔。你到底是要讲啥啦？我要讲诶话。我早都讲过啊，我是不爱你吼，甲迄个乌溜的人做伙啦。参照伊迄种歹人，甚物款的代志都做会得出来，所以我希望你离开伊。原来你是有条件的哦，只是吼，你要我放弃做一个乌市的妇人，这一千万。敢袂伤少啊？你俩主公，你缀乌溜会当缀偌久？等你若老啊，若生做歹啊，伊就无爱缀你啊。到时阵，你安怎咧互利用的？你家己都毋知影。老查某啊，你已经是缀毋着人，也是予人放杀过啊。你放心，我
袂亲像你吼，遐尔歹命啦。我是爱你答应尔啦。假使讲你若嫌这10,000,000伤少，看爱偌济，你开嘴，我会当随开予你。这不是为你根本就不知道我要做什么。哼，我自己吼，我自己的打算。你花这钱是要创啥？你是想讲收我做客查某囝，还是替你后生吼找一个某？哦，我知影啦，你是想讲吼替你找一只死人狗找一个适宜对无？啊？你是咧讲啥？你讲真真？啥话也着着。虽然讲我自出世就无老母，啊，不过我知影，像这种吼假好心的人，心肝是受到恶毒的。你给我听清楚，我袂给我家己吼，搁去给人卖掉啦。安怎？这精彩的事，阮老母吼，若是知影讲我今日予人买10,000,000吼，一定是足后悔的啦。就是头一个买离我的人，不是安尼。素兰，这绝对代志不是安尼啦，你是要啥？我就是讨厌你这种吼。你这种人啊，素兰，素兰，大当事人，咱无什么好讲的。你莫想讲哦，莫利用我啦。你若是想要哦，搞好你的公司，继续摆办法，咱再来聊啊。素兰，素兰，阿婆不是卖地你啦。哎，小姐啊，不啦，不是我的。报应，这敢真正我的报应哟！素兰，阿母对不起你，阿母欠的实在是足多。一世人永远都还没完啊！消息吧。失踪已经第6天了，我这人也愈来愈烦恼，不知发生什么意外阿伯。三姐公啊，你莫有白想的啦，准备以后照顾家己的，我相信踮在另外一个所在，一定会好好的。准备啊，这一摆才做了有够过分啦！伊敢讲拢唔知影，大家拢在烦恼伊是？无听到，伊想要安静一下啊！啊，但是要哪安静啦？今仔日是高金波啊，我最后一天的这个期限，准备啊，告诉他讲不回来，高金波一定会利用这个机会，逼准备啊，跟空雄离婚。村民甲空想，阿婆是做袂落去啊！三叔公啊，无安尼啦，我即马来找干妈，讲看卖啊吼。啊，免讲啦，你去讲嘛是白讲的啊！你起点这种代志愈搞愈复杂嘛。三叔公，是的啦，都怪我无路用，这个时阵我无多甲你斗相共什么呀？
歹势啦。三叔公不应该将圣德发挥的身上去。三叔公知讲你跟咱斗三工正济啊。三叔公啊，我袂怪你啦，我了解你的心情。到底是生还是死呢？春丽啊，你到底是走去倒位去了？谁人到这个时阵还阁无消息？咱也知影讲哦，代志会变成这样。我根本就免考虑遐尔济，无论安怎，我绝对要甲春美来相认。两个查某囝，一个是毋知走去倒位去，另外一个。已经出名在我的面头前了，我敢那袂输伫个天边海角，地公伯啊，你是安那要安尼对待我？你那要安尼给我创治，安尼对我敢有公平性？我头我的